如此重要的时刻，身为执剑人，我怎么能不在您身边呢？程若愚啊，程若愚，你是一点也不珍惜令姐的苦心。正好相反，就是因为不能负了姐姐的心，我才非来不可。光王殿下，一直以来，我最敬仰尊敬的人就是您，可今日。 您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大失所望，鄙夷至极。你错了。今日我告诉你，什么叫做拨乱世，反诛政。先帝遗诏在此，方才已经宣读过了。太皇太后已经确认无误，诸位大人都签了名字。 请殿下接旨。 是。